今天打车怎么这么难啊？在等车吗？你男朋友今天怎么没有来接你？他平常不都早早在门口等你了吗？哎，宝贝，走了。啊，这样啊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让你收拾你不收拾，现在搞定。老板，他这个，对，我发给你了，你看一下。对，那个东西发给你了，你看了吗？对。嗯。这地上怎么这么多纸啊？天天就工作工作，什么也在上我呀。我每天上班要伺候那群大爷，回来还要伺候你。吃完的外卖都不知道扔一下，真阳，我是你保姆吗？别闹了，行不行？行。我真的受不了了，他就是一点都不在乎我。今天因为方案的问题被老板批评了，回家想寻求安慰，结果却变成了这样。你家真阳确实事业心重，但是也不至于不在乎你。你到底帮谁啊？不是啊，你仔细想想，他真的不在乎你吗？你每次跟我们出来，你家那位都会给你准备个外套，就怕给你冷着。喝完酒怕你出危险，他加班偷跑出来也要坚持送你回家。还有上个月，你凌晨两点犯胃病，暴雨天堵车，他一个人背着你走了1公里，又在医院陪了你一晚上。有个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，他真的很爱你。有吗？我怎么没注意？可是今天连外卖都不收拾也是事实啊，男人果然都是会变的。还有吗？这些你都看不到吗？我问你，平时在家里家务是不是都是他做的？是，但是我已经习惯这些了。看吧，你自己也知道啊，但没人应该为你做这些啊，只是因为他爱你，而且在外受了气就拿自己人出气。你呀，真的被他宠成小孩了。其实大家都说，你俩要是结不了婚，我们可就真的不相信爱情了。有误会就好好说开，哪有情侣不吵架？不要错过真正爱你的人。你说的对，这次是我的问题，我要去找他说清楚。你平时不爱喝水，我又听不到你。早上第一杯水很重要，等你起床刚好入口，温度刚刚好。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你怎么照顾他呢？上次我出差，你干嘛给他扔背包凉的，说他还喵喵直叫。啊？不过他想让你再来。外卖到了，哎，终于到了，可以吃饭了。来，火锅鸡。哎，这老板太不细心了，我备注的不要香菜的，他怎么加这么多了？哎，待会儿你看到又要发脾气了。不行，你胃不好，不能总喝冰的。
这桌冷饮水用完了，下周再喝，听到没？爸爸，你过来看这件衣服好不好看？啊，什么？我看一下。哎，这个好看，这个适合你。但你别看一下这个，你是不是从洗衣机拿出来，你有没有想看月亮啊？什么嘛？你看这衣服上面全是褶皱，你穿上是不好看。你下次记得从洗衣机拿出来之后展开再晾，知不知道？不知道，反正还是你嘛。哎呦，你呀、啊。他喜欢熬夜，要记得让他早点睡觉，记得每天早上给他准备早餐，记得在他的随身包里放上胃药。他一般生气就不爱说话，还记得多哄哄他。你到底在哪儿呢？哎，谢天谢地，你真的在家？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？对不起，我昨晚上给你打电话你不接，我怕你出事儿，就是你公司找你，你保安不让我进，让我去休息去了。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啊？我昨天给你打电话是手机关机了。然后我问你闺蜜，她跟我说你回家了，然后马上就赶回来了。我手机没电了，刚充上还没来得及开机。好了，不说那天了，今天是你生日，你别忘了吧。我知道了，还是因为昨天的事生气，对不对？就是你的错。好了，对不起，因为这段时间太忙了，公司接了个大单子，然后就忘了去收拾。等我这段时间忙完，我一定好好补偿你。不是的，是我昨天被领导骂了才签的那个。原来你一直都很爱我，只是我忽略了这些。哎，小祖宗不哭了，你待会儿眼睛哭肿了，你待会儿过生日拍照就不好看了，那怎么好过生日呢？那些被忽略的小事，那些被爱的瞬间，那个值得相守的人，生活早已给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小确幸，那我们便认真庆祝这些来之不易。